创作才子颜爵即将于7月27日第一次攻上台北小巨蛋举办钢铁情人演唱会。6月1日，他抢先在台北西门町签唱冲人气。为响应颜爵在演唱会上飞天钢琴的桥段，当天主办方也特地准备登高机，让颜爵一飞冲天，拉开彩球。不过颜爵似乎有惧高症，只见才升起约5米的高度，他就已经动作僵硬，冷汗直冒。我有小小的惧高症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在小巨蛋那天，如果我已经是在投入音乐里面，应该就不会想那么多了。高，我其实只是担心就是生命危险这类的，就是高本身还好，我只是不想要死掉。对。颜爵透露，为演唱会已在积极狂健身，目前专攻腹肌这一块，但他就惜肉如金卖关子，表示不一定会脱。至于嘉宾方面，曾多次向女神郭雪芙大方告白的他，也害羞到不好意思单独邀请对方，不惜多出 Dream Girls 另外两个电灯泡以达到目的。对，那腹肌到时看现场嗨不嗨。对，但是露丹田最好可以露。嘉宾现在还在跟公司讨论，对，考虑郭雪芙吗？我会邀请他来看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当嘉宾。对，因为之前我去当是当 Dream Girls 的嘉宾，所以要邀的话就邀 Dream Girls 一起来。